突然那种爸爸带着全家出游的感觉，真的哈，有可能出发前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因为今天是驱哥开车的缘故，感觉带着全家大小，应该是。而且我从来都没有跟爸爸这样一起出去玩，真假的？因为我是单亲家庭。哦。其实让我蛮心疼的，那个话匣子开了，到这边哎，反而就止住了，你知道吗？也不好意思再多跟他聊那些有关爸爸的话题，或者是旅游的话题这样子。对啊，怕触动他的伤感这样子。今天是他开车，他在前座的时候，我就很忍不住想要往前，然后靠在他肩膀。其实我今天有很多很想要对他撒娇的一些瞬间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些害羞。我希望在后面几天的时候，可以多做一些这些亲密的举动。